王佳，怎样啦？眼睛太小了。真的哎，啊你眼睛那么小，杨梅海山是看得到哦。哦，闭嘴婊子！我的眼睛比你们两个鼻孔加起来还要大，好吗？婊子，大眼睛。恩佳，婊子，大眼睛。郭恩佳，让我们一起欢迎高二舞台剧《大表演家》。705代风英华顺香浓绿茶，果然倍棒！绿茶婊啊，以后我们家的茶叶就靠你了。Daddy， 可是人家小演戏啊，而且人家唐编剧，唐编剧他是哪一壶茶啊？男人没有男人的样子，你不要再跟他鬼混了，你要好好卖茶就好了。哦，雨霞，雨霞，我要灯光 spotlight， 不好意思。好不容易我那有钱老爸死了，现在又来一个叫美心机的，成天只会对镜子演戏的疯女人，唉，生不如死啊！哼，好一个是好演员，是个公子哥，而且还认识导演，不然我才不想嫁给他们。老公老哥，你看我演一段哦。哦，我的罗密欧啊。你看我演的好不好啊？哦，好棒棒！我美丽的妻子演的最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讲一件事哦，就是你知道昨天那个导演有一个导演，他就是这样。谢谢你们这边在演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在那边啊，好痛！你们到底在演什么东西？你们走开，我不想再看你们了，烂死了！你们可以走了，听不懂吗？那个球，林业，那个球，快滚啊！导演啊，导演，你们最近在拍些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原来正好，我刚刚快被他们两个气死了。好。哦，我最近从一个叫唐编剧的编剧那里拿一个剧本，叫做《风华绝代》。演员吗？你要不要叫他来参加我的试镜啊？你说梅心机那个疯女人是吧？我真的是有够吵。如果我这样，就不用每天见到他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好，走吧，那我们去喝一杯吧。可以啊，好，谢谢。我亲爱的表，你演看这一段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
他的茶，叫什么问题？啊，请问你的大名是什么？绿茶婊。啊，绿茶婊小姐，我真的是觉得你演的太好了。我就是《风华绝代》的编剧，唐编剧。好，我不在乎绿茶婊，请你七月五号一定要参加我的试镜哦。好的。哎，唐编剧演得很好吗？有一个导演找我演戏耶。你看到他的。你很奇怪耶，我只是想要请他来演我的戏而已啊，怎么在那看呗？这还不是美女，恶心。专呢？王姐，那个准备了，大家准备，在这边排好喽。第一位梅心姬小姐，导演，哎，你不是走开，导演，你知道你去年那个片叫《为爱风起》超级好看，就是那个冒险故事啊，然后呢，哦，他说让我们动手啊，就是，哎，你是导演，是导演，他是我导演，导演，哎，导演，喂，真受不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垃圾的东西啊？新下一位。下一位绿茶婊。绿茶婊，你可来了。导演好。好，可以请你示范一下怎么喝茶吗？好。绿茶婊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真的要像个 green tea 一样，用下三滥的手法把那个绿茶婊给做了吗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李霞，你是没心机吧？好，根本就是个充满心机的耳烂女人，失败。你 ，Miss 华，失败。太油了吧？降热量太高不好，失败。你自己吃兔子臭绿茶，我讨厌你走。没错，我们这次女主角就是我们的王大表小姐。
的。哦，你就是唐编剧啊？是的。嗯，长得不错嘛。谢谢。嗯，你有没有意愿跟我合作呢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愿意，我非常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你们俩在干什么？你不是绿茶婊。我不是绿茶婊，我不是绿茶婊。下去。绿茶婊，给我过来，在哪里？李翔。哎，你没有动到你的脚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是你，哎，那个结婚好了，我儿子，哦，是女儿吗？没有人敢娶她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愿意。心机，没心机。你听我说，你误会了。你是暂时被绿茶婊以后自己看，看钱包了，钱包，钱呢？在这，1万、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、6万、7万、7万1、7万5，七万五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走吧，走吧，我最爱你了，走吧。哎，我走错边，家在另外一边。是，吃东西应该是要你拿的吧？啊，都吃东西，你是靠关系进来的吧？啊，对，我靠关系进来的。绿茶。好，于是呢，大家都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了。烧刀，烧刀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